我求我有一个建议啊，你能不能在现场，20年后，整整20年啊，20年后，我呢搬几个椅子，我跟王老师、刘老师，我们就坐这里，我们就像当年春晚一样，你给大家重新唱一段这个歌，主要是唱给刘老师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好吧，我希望你带着情感，带着，因为你唱过那么多遍，但感觉不一样。我可以唱那个大奖赛的那首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了。让时空从现在开始，把我们从《你看谁来了》这个节目带回到98年的青歌赛现场，为你们演唱《三峡，我的家乡》。太阳挂在这个地方啊，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，男人想着这个地方啊，女人梦着这个地方。我的家乡，男人不怕山哦，酒伴儿哦，滋儿滋儿的痒啊，女人不下地哟，心里哟闷得的慌啊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。刘导，您先坐这儿一下啊，这个下一位嘉宾啊正好跟您也认识，您坐这儿，咱让李琼猜猜啊。想给您照张相。好嘞，来来，李琼想给您照张相。